baby. I get a little bit jealous, but how the hell can I help it when I'm thinking on you? Maybe I might get a little reckless, but you gotta expect it. What else can a boy do?有啥喜欢吃的没有？我喜欢吃蔬菜啊，我喜欢吃胡萝卜，我很健康的。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火锅了，火锅什么的，从来都没吃过。假，整刀垮掉，我就是这么 real。那就是关于就是有没有那道菜对你意义比较深？说什么？说就是意义很长的一道，意义很重的一道菜。哇，我们来点官方回答嘛。其实对于我这个平时不怎么爱吃饭的啊，没有没有，就是有意义的菜的话，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家里的菜让我感到十分温馨。方因为爱吃的菜老多了，不跟他讲。今天他用了小面，他今天穿了我的校服，我校服本来是要给阿姨洗的，穿了我的校服。我刚说了，第二次错了，错了，我的饭卡都没带，他没带。然后还有刷露露的那个，他现在刷了17块钱，我们又花了8块钱，10块钱呢，刷了。今天还不是。我的最喜欢吃的饭大餐呢，就是我妈做的那种，我妈做的小面，因为我们来上海已经有半年了，然后干嘛呀？因为我们已经来上海半年了，我妈原来做的那个小面的味道，我感觉我在上海都没有吃到过。然后每次回重庆的时候，就那么几天的休息时间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空在家里面吃饭，我妈也没说过，每次都在外面吃，然后想跟我妈说一下，下次回来想吃想吃你做的啥。那你怎么不喜欢你那个还是说你那个不喜欢吃的？我不喜欢吃的就是那种肉，是不是肉上那个咸的那种东西？花了上海大肉，知道吧？对，应该吃了我就吐了。应该他给我吃，我说这么好心，然后吃了一口，然后合上了，爱去吃。上海的食物有一个很奇怪，它很大一块肉，看起来很好吃，但它放了很多糖，我一吃，哇，那天哪，我看着。你曾经不是每次下课都在哭我的那个猪肉脯吗？我把猪肉脯扎在身上的。然后呢？我的问题跟他们一样的吗？是一样，我觉得你长变了。最好吃的呀，他觉得你长变了。估计是剪了头发。对，我整容了。不是，估计是最好吃的。估计是剪了头发。其实这个行为不是很好啊，不建议大家起床。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上课偷吃东西是最好吃的。我原来读那个初中的时候，就是很无聊，很无聊，很无聊，上体育课，然后几个学生逃课去那个也不是食堂。反正就是，小卖部，然后买几块那种超小的那种糖果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小一包糖果，然后就塞在包里面，然后跑着过，就这样提一颗噻。你在嘴巴里面超好吃，
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，现在上课都不敢动手东西了。那难吃的有吗？难吃的就是那种被班主任发现的。没有被班主任发现能吃的东西难受。然后校领导站在外面走过来，当时咱们说喜欢吃啥，应该带吃的，是你自己做饭什么做的那个面，做自己做的粉丝对吧？你觉得粉条自己做的真好吃？对，自己做的饭超好吃。对，主要就是自从我搬到下面住呢，因为有很多上学比较方便，我就天天给他们做夜宵吃。然后呢，我还有一个最喜欢吃的，就是我奶奶做的，就是独家牛肉炒面。烧饼加油。是那种什么炒面？可能是那种是真的面，很好吃。面是真的面，是真的，不是是真那个真。是真的，是真的面，我以为是真的，真的面呢，真的是炒过之后再真的面炒。蒸，我说蒸，你发音标准。最喜欢吃的呢，是黑巧克力。这也并没有什么，没有，毕竟是一个从来都不会去挑食的一个。我上次都说过，就那个。酸辣苦瓜丝，酸辣苦瓜丝，对啊，酸辣苦瓜丝，我上次不是说过吗？哦，酸辣苦瓜丝，哦，他上次好像是在哪什么那个电台吧？对，电台说过的。那是，当时我们还吐槽他说一个一道菜里面有那个三种味道，酸甜苦辣咸，酸甜苦辣咸，哦，酸甜苦辣咸瓜丝。除了甜没有，其他都有。对，太厉害了。甜的话，它是在泡苦瓜的时候就放的。吃起来甜甜。我们学校的食物有点奇怪，是看我现在发现我们学校的一个特点，它的食堂是怎么呢？都好吃。你千万买看的话，你要看那种菜品，它看起来不是很好吃的那种就很好吃。对，就看起来做的很漂亮的那种，吃起来就很难吃，也不算很难吃，就是吃不来，就有点奇怪了。对。来，好，说到我最爱吃的一道菜，想说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不是应该是你昨天吃的？对呀、啊，你让我当时突然就是我们三个刚回来的时候，哇啊，吃谁做的蛋蛋什么，哇太好太好吃了，哇我还要再来一口，菜确实，我再来一口。我继续说到我妈现在给我。他独自发明了一道菜，叫黑疙瘩。为什么叫黑疙瘩呢？因为这个菜，这个肉是黑色的。就说是黑色的。其实就是把一个那种这么小的一块炒焦了，然后给它对，就是给它炒焦一点，然后放点酱油，再放点醋，对，然后再放点。独门秘方。再放点盐。这独门秘方，你怎么就这么随便乱凑呢？对，还可以炸一炸。炸一炸、啊，这个味道可能是一级棒。对，来我最后来问，我最后来问夏天一下啊，就是还是之前的问题，你就直接来吧。他们都说了这么多，然后就最喜欢吃的就是上课同吃的一样东西，你猜是什么？糖。牛吃腻的那糖是经典奶茶，是辣条，辣条那个味道这么大，辣条味道这太大了，上课吃会被发现。对呀、啊，就是、被发现之后，你就再也不想吃了。对，然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最爱的食物。就像微风。现在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我妈给我煎的鸡蛋，煎鸡蛋，看似普通的菜，其实这个东西是新鲜的也很好吃。但是我觉得我妈煎的是最好吃的。十一，隐藏的大厨啊，这么多人夸你好吃，夸你做的饭好吃。我以前的同学，十一肯定是四星级厨师，你知道吗？从小看你美食节目长大的孩子。啊，刚才文浩也说了芥末，我是真的讨厌那个味道，吃海鲜也要用芥末，然后我就不能吃海鲜。死了！来，统一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就是。你们觉得学校餐厅好吃吗？不好吃。我们每年都有油。太难吃了。不好吃，你还买17块？每次都是几个饭，一个盘子里面
装满了，装满了，别人都不知道怎么装了。我也是不知道。好，那就这仨。不，还有那个。